早上好。拜拜。小宝，我们来吧。是吧？哎，小宝，乖乖去上学，爸爸跟妈妈到时会来接你放学的，好吗？我今天下午还有一个会。当然也可以取消。小宝，我跟你妈咪下午会来接你放学。没事啊，我们的小宝不要害怕。这个手帕呢，妈妈给你放在书包侧面，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，好吧？其实也不是非去不可。来，亲亲爸爸。宝贝，拜拜。好好上课啊。老师，早上好。你好。可以用亲亲接力的方式道别哦，小宝亲亲爸爸，爸爸再亲妈妈，妈妈再亲小宝，这样一家人就永远在一起呀。你这个小坏蛋，起哄这种事儿你倒是起劲儿的很。现在轮到妈妈再把亲亲传递给爸爸，父母间良好的互动也是间接给孩子安全感。也不是我想的，小宝想的。配合一下，锦慧，好吗？小齿吗？害怕你就走，小宝，新郎。亲亲了。好了。我还有会。笨蛋，小宝。你爸爸是个大笨蛋，我们让他回去好好练习一下，明天再继续好吗？小宝，你约。哎，师兄。早啊。小宝，你跟宁放哥哥一起去上学好不好？要不然你跟着一起进去吧。我可以吗？没关系的，我跟他们说一声，你就当做我的临时助理，我带你进去。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！走吧，小宝，妈妈陪你进去，小心。上线。